因为大家看完那个首映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而且大家现场的那个粉丝群，大家都很兴奋。我现在还在激动当中哎，激动当中。因为其实终极班三给我看到感觉呢，就是又有回到终极班一那种热血、青春活力，然后战力指数那种感觉。其实跟终极班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。然后就是很多特效，甚至是武打的场面，我觉得非常精彩。然后甚至是刚刚在自己在看的时候，就是有不小心尖叫出来这样。就觉得很期待它的播出。我其实因为我没有参与终极一班最原始的那一集嘛，所以其实在演终极一班二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，就是其实他们大家都一直说终极一班就很热血啊什么什么，可因为终极一班二剧情的关系，我们有一些比较沉重，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。可是这次的终极一班三好像整个不止延续了终极一班二的所有角色，然后新角色，可是我们又再次，就我还蛮荣幸的，就是可以好像成为女打仔，不是，就是可以在就是终极一班最经典的那种气氛欢乐里面，然后演一演自己也觉得自己搞笑起来，就雷霆不是这样的，就觉得自己是谁，还蛮有趣。刚刚有人看了，有人说很想尖叫，还有谁很想尖叫？看的时候，有红会吗？干嘛那么冷静？其实我你是看到自己男扮女装尖叫吗？其实我看到那个就是反串的时候，我真的叫出来了。我看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重回你刚刚的尖叫声吗？还是不要好了，因为有点高，对，频率有点高。刚刚那边我坐在他旁边，然后他那个眼睛这样一眨的时候，我说哇，紫红，然后他这样，他就不想认，就是他就装傻。所以紫红是觉得丢脸还是怎样吗？还是其实自己也觉得还蛮美的那种？该表现，觉得表现很好吧。哦天哪！对，天哪！你是谁啊？这样，所以大家也觉得你好美哦，真的吓死。不瞒您说，我有把那个照片传给我朋友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？”我朋友说：“哎，蛮正的。”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，我朋友竟然没有发现是我。他说：“这是谁？”我说：“你仔细看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你仔细看。”他我说：“是我。”他说：“你给我传这种照片给我，这样子。”对，那我是觉得说，还蛮有趣的。那也相信说，诙谐的一面，然后轻松一面，都在终极班里很精彩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。嗯，希望大家都要加入这个班级啊，感觉好不好玩？然后，听说你是慕名来加入这个班级，很高兴。很荣幸加入终极一班，第三，跟东城哥啦，对不对？秦阳也，秦阳师姐啦，期待跟他们的合作，真的蛮高兴的，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啊，我真的变年轻了，永远活在二十三。秦阳哥本来就很年轻啊，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不是我还以为只有二十四，是是是，因为我才十八，是是是，东城哥你好，秦阳爷你好，大家都会叫东城。叫哥，然后秦阳大哥是弟，这样还可以吗？没有，其实哈，终极一班真的在全世界的电视频道里面是真的太红了，太火了，我真的是慕名而来的。感受到多红，感受到所有年轻人都在看终极一班，包括我们家的很多小朋友也都在看终极一班。我妹妹的女儿啊，她跟我说，舅舅。妈妈跟我说你有去拍终极一班呢，什么时候播出啊？我一定要看。我的外甥女，今年念小二，要升小三了，也在看我们终极一班。谢谢谢谢，真的很期待终极一班在后天的播出。那因为我是演子哥的爸爸，是一个商场大亨，然后对儿子非常的照顾，很悉心的照顾他，那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成家立业。所以我都在催促他一定要赶快啊交女朋友啦，关心他。对，美容刚才裤子被拉到，感觉如何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？从一开始是会长嘛，那就在三国时候会长，加入终极的家庭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严肃的人。可是这个呢？这个老师真的是很可爱。其实偷偷跟大家讲，我平时以前哦，高中的时候，我裤子也是喜欢拉在上面的。因为所以这角色完全是量身定做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承认这件事，因为比较冷，那有时候肚子容易着凉。像我那时候住上海，那所以如果裤子拉到、那个、真的，真的，小时候小学时候妈妈都是这样叫我们拉到最高的，拉到很高的经验。是，就是希望大家看完《终极一班三》之后，看完就差不多迎接冬天了啊。然后冬天的时候大家。
一种流行啊，降温很神奇的一股潮流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的目标收视达到多少，你们要全部一起拉到上面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热得要死，形象不好吗？好了，不然全部一起扮女装好了，男的、女的扮男装哦。多少？我觉得，因为像终极班二那时候已经到了，那时候是有差不多有快二吧。拜托你们好好讲哦，快二，因为我们也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快，那我们要干嘛？那时候破二了，破二好了，我们破三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怎么样？破三就穿女装。我觉得我们要循序渐进，破三就拉裤子，好，破3.5就扮女装。破四就拉裤子拉到最高还扮女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爱情哥，那个等一下，全部吗？哦、那我以为是原来是美男那个收视率，不不哦，这边是终极一班。不是，龙哥是还有包含大陆的收视率吗？你现在要现在要搞那么复杂吗？对，我觉得刚刚那样子其实蛮有趣的。所以大家都愿意吗？OK 啊，全部的人吗？一起吗？还是扮猫王也不错啊。扮猫王很无聊，我觉得蛮好，蛮好的。那佩奇你 OK 吗？扮女装我 OK。不是不是，男生呢、啊？你是当然扮男装啊。裤子拉很高，女生没有障碍，当然 OK 啊，对不对？都怎么样都比跟以前的那个承诺好，就是跟我亲不好。对什么？可是你要穿成那个体育老师这个样子哦。我 OK 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大都 OK， 我当然 OK， 一起哦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就这么说定。好，帮我们保留一下那个记录，好，记录一下。好的。OK 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给平民媒体。